各位观众，大家好，我系 Wing Cloud 啊，欢迎大家收睇。今日就重播翻我琴日同阿 Joker 打嘅一场啊，咁啊 Joker on YouTube 啊，就系 Mr. Joker 咁啊，免费咗我哋一班人就一齐玩 LOL。咁咧睇下先，今场系 custom game 嚟嘅，完全啲人系识嘅。咁点解我啲偏特别低咧？咁我喺美国，所以就特别低啦。啊，所以我系有呢、這个。少少嘅優勢啊，開始其實就好啦，咁就而家已經 load 完入 game 啦。咁我睇下就用 direct camera 啦，我就睇下係啦呢個lead replay 啊，用 direct camera。等呢、這個時間 load 好之後咧，我哋可以加速。咁我哋睇到咧就 Joker 就同我啦，Joker AD 就唔係 Joker ADC 就係天幕啦，Temple 係。咁我係 support Alistar，咁我哋上路有Master Yi，中路有 Twisted Fate Jungle，係有阿 Mumu，咁啊對面就上路係有 Twist，啊唔係，上路係有呢個 Vladimir 同埋Akali，下路係 Trench 配 Caitlyn，中路係 Temple 嘅，咁就撈好啦個時間都，咁我睇下就哇好多人都鞋三紅，跟住就鞋兩紅一藍，然之後就 support 出裝啊呢、這個 Trench。哦，同 recommend 過幾次，應該係計 recommend 出咗。咁就點解呢邊冇 jungle 咧？應該就係因為有人即係有啲人都係未夠 level 30，等我擺翻啲位容易睇先。support AD top jungle，top AD 係啊，擺翻啲位之後就加速啦，可以。喂啊，原來睇下先，Twister 飛喺度飛 check 咗對面，依然係咁樣。跟住就被點燃啦。咁冇 jungle 嘅情況下咧，咁就都會有時 counter jungle，但冇 smite 就比較冇優勢。不過就好難死喎。其實頭先嗰位真係下次要小心啲啦，喂啊。好啦，加速。喂，我同 Joker。喂，對面就打藍 buff 啊，冇 smite 都打藍 buff 就睇下先。喂，睇下我嗰個藍 buff。阿 Kali 幫手坦，睇下先。天魔有藍 buff，天魔掟一攞藍 buff，跟住就阿 Kali 同 Trench 係落咗下路。咁但係阿 Kali 最後都係冇留喺下路上翻去嘅。咁可能呢個唔係遊走陣式啦，不過最後都係上翻 top 啦。咁我同阿 Joker 同埋對面嘅 Caitlyn 同埋 Trench 呢個 Yo check it out 同埋 Shoot Ever 都喺度對線啦，不過就十分之啊。Caitlyn 比較遠距離啦，咁啊比較難。咁啊，Trench 啲神勾都勾到 minion，好彩啫。我咁啊，中路 Teemo 同埋 TF 啦，Temple 同埋 TF 對線。我咁啊，其實比較冇咁有利嘅，因為就Teemo 就可以放 Q 技噶嘛，TF 要揀好卡先再普通攻擊噶嘛，技術含量比較高啊。我自己唔識用 TF 因為。我咁啊，阿 Mumu 喺中路準備 gank Temple，系啊，阿 Mumu 出咗嚟啦，開始喊，捉咗 Temple，系 TF 一個卡飛中，應該係飛中咗，咁啊，但系暈卡之後就追唔翻啦，麻麻西嘅上路都好似好和平啊咁樣，上路就一啲同埋阿 Kali 塔下翻就，應該係希望推唔到線，俾麻西翻或者麻西自己匿就上唔到去啊。咁啊，下路啊，我哋就阿 Momo 同我哋惊捉唔捉到人咧，应该系捉唔到，因为我就睇下先，我好似用咗 WQ 啊，所以就冇得搞。咁可以睇下我中路，TF 晕咗 Teemo，但系即系就飞卡好似飞唔中啊，头先睇唔到啊。我上路呢个 Master Yi 对阿 Kali 同 Body，不过2-1，通常都系不能够太有利，不过就。巴西 EQ 技可以打4个人啊，呢啲 OK 嘅，我觉得。咁啊，呢个时候下路就好和平，对接神勾勾只兵系。咁就对面呢个 Caitlyn 就继续补兵，睇下佢补兵数先。咁啊，天母22，Caitlyn 你补翻上去，Caitlyn 20，佢一样。咦，我仲偷咗2只添。我然之后就喂 TF 点燃咗 Temple 啊，然之后不过就 TF 都着手重伤啊，伤好多血。咁下路就很和平地对线啦。中路位
Temple一個毒箭射落去，Suicide Fade。咁啊，Carly 同 Woody 都係上到對 Master E 啦。下路就我同 Joker 俾人拉到去塔下邊，真係好上路 Master E，Woody 吸咗 Master E少血，然之後中路就係呢個 TF 繼續對 Temple。個 TF 就好低血啊，比較。 咁咪可以走返去啦，咁可能啱啱換補中路嘅，我唔記得咗你，即係專注喺下路啊。咁都踩到好多陷阱一路以嚟，咁我諗住唔踩呢個啦。不過呢，就係咯，咁 Timo 咧就趁我哋嘅 TF 翻咗去呢，就係 Temple 趁我哋 TF 翻咗去呢，就喺中路推塔。咁但係啱啱換一嚟呢，咁 Temple 就走啦。 上路呢，我哋阿西伊比阿 Carly 加埋 Body Vido 推到塔下，用血池飛鏢 Bob。阿西伊用咗冥想之後就回咗好多血啊，都唔係話太多，不過頂到下啦。咁下路就繼續我同 Joker 喺度同 Hitler 連通啊 ，Trans 對線，冇乜嘢嘅，即係對線。咁我睇下道具先啦，S C。 而家都係鞋一紅領花咁啊 ，Joker 咧就係鞋紅石咁啊，對面 Trans 多嘅，因為我都未翻去啊，所以就比較難搞，我未有咁多道具。我咁而家位錢啊，仍然係紫色隊領先啲嘅，點解睇下先？個補兵數係差唔多，不過就咦唔係我可能阿 Carly 同 Woody 就兩個 Top 就壓到啊。 巴西爾補兵啊，所以就比較失利少少。不過啊，阿寶無都翻打張狗打得十分之好啦，31隻，唔係打張狗好似點都攞到 CS， 不過可能算係快啦 ，AOE 張狗啦，咁啊喊喊喊喊喊咁樣一個張狗。中路繼續係 Temple 對 TF 啊，盲箭啊，都唔係扣好多，不過就盲箭加普攻，跟住就再普攻啦，可能就。 咁啊，比較靠得多啊 ，Temple 都係用玩嘅啫，好似咁啊，西呢個阿卡利飛操作，跟住就我 combo 去 trans 度啊 ，Joker 一衝上去，不過 trans 自己放咗盾，所以就冇乜嘢咁樣。咁啊 ，TF 就同阿 Temple 就繼續換血啦，睇嚟就係。阿蒙姆咧就由呢個上路河道落去落咗去中路，係加速先啦，而家就。哦，俾 TF 中毒。 死咗，backspace 呢个好啦，呢个喺 Temple 同埋 TF 减慢 ，TF 飞卡飞中 Temple，Temple 挑技加普攻 ，TF 持续中毒，19滴血，8滴血死咗，阿 Mumu 系束手无策啊，因为 Temple 已经行到去塔度啦，好继续。 呢個時候我哋下路就對線，不過就因為 Caitlyn 比較遠距離，所以我哋嘅 Joker 俾 Caitlyn 壓住啊，不能動啊，真係十分之難搞。因為就我係想 keep 啲 mana 就補血嘅，所以就我而家就 Caitlyn 就啱啱放 Joker 大技，然之後咧一放嗰下，咁 Joker 用 heal 嚟補血，即刻冇事，剩翻幾滴血其實50幾滴血，哇！ 點個剃頭真係，我、哦、搞錯。我呢個時候呢，阿姆就驚吸用大技追翻啲 middle，巴西用冥想，不過都最後死咗。阿姆冇繼續同阿卡連單挑，之後可能因為喊嘅效果 OP 啊，咪有藍 buff 不停喺度喊啦，即係扣 percentage 就比較犀利咁就。同埋卡連普攻阿姆嘅話都會減低佢嘅速搏呢個咩啊木乃伊之路係咪啊嘅時間，所以就冇乜嘢，就殺到阿卡連啊，1對1就。 即係如果你普攻阿姆就會減低佢呢個時間係咯，咁阿卡莉都係需要，算係一個需要普攻嘅英雄。咁呢個時候 Kita 連個 Trans 翻咗去啦，咁就 Temple 就推中路啦。咁嗰啲同埋阿卡莉已經死咗啦，係啦。咁睇而家比賽，比賽2比4啊。咁我 KDA 係000 ，Joker 00，TF 030，阿姆姆200，Master 211，咁啊 Body 111。卡列零
話對面 Temple 係200啦 ，Utility 同埋 Transcott 有一個 Assist 噶。啊，邊度攞咧？係咪一開始十 TF 嗰陣攞？我就唔知啦。咁啊，錢方面咧就係11.8K 到12.7K，咁啊都唔係話好大優勢，不過少少。不過前期嚟講都 OK 嘅啦，算係幾大前期。但係總括嚟講，即係啲錢都係唔係好緊要，即係殺數好睇啲啊。係啦，咁樣即係可能就補兵嚟補翻嗰個經，唔係呢個錢嘅經濟補兵嚟補翻呢個殺人失誤啦。馬西同阿卡尼做咩？乜都定下外咁啊！卡尼就放一堆 combo 啦，放埋埋霧添。咁下路就繼續補兵啦。咁啊 ，Joker 已經放咗蘑菇喺草叢度，咁對面應該就入草叢就有危機啊！即刻。好啊 ，Momo 呢個時候嚟緊啊，下路啊，咁啊 ，Trance 就可能見到 Joker 喺度就即刻就勾佢，所以就 所以 Timo 一離開咗個位咧，所以被動就發動唔到。我呢個時候咧啊，呢個時候 Momo 捉到，但係就我就幫 Joker 定咗招大技。呢、這個時候，我 Woody 同埋 Temple 就捉個 TF 殺咗佢噶嘛，係啦 ，Woody 啊，由上路下落嚟都幾快可以。我繼續加速，我繼續 Temple 嘅推中路塔啦。咁啊 ，Woody 同埋卡卡尼對馬西爾壓到馬西爾好少血，就會成啊馬西爾需要加速。咁下路方面咧就 Trance 一個燈籠拉翻 Kate 連翻去，之後就一個神一個啊嗰啲叫咩啊勾啦，係咪？勾系 Q 技咁，呢招 E 技叫咩？总之 E 技就保护咗啦。咁啊，阿斯伊比啊，卡里屈迪亚都好低血啦，招系咁诶，两个 top 都系比较难打。阿 Momo 就翻 jungle 翻红 buff 先，首先就加速，然之后 TF 用传送，好似要错位，唔知系咪有意思？阿 Momo 越塔用大技杀咗 Temple， 咁咧就我同阿 Joker 都近塔就走啦。Trance 想走，加速 Woody Middle 去中路，用血池追 TF 杀咗 TF， 咁啊可能对面都几识补位，唔使争个牙都 OK 啊。Trance 入咗去蘑菇阵，仲有一个蘑菇，仲有两个蘑菇，仲有三个蘑菇，四个蘑菇都未有事。咁可能 Joker 未有好多 AP 住啊，真系。Joker 都未算系太多 AP。哦，咁我剩翻好少血，其實都幾驚 Kate 放大技嘅，但係好似冇藍喎，睇下先，80几藍。阿 Momo 出嚟捉翻Kate 連殺咗佢，咁啊不過喺呢個過程之中啊死咗啦。咁啊 Joker 就執埋呢個手印呢個 Trance 嘅人頭，好咁啊 Joker 翻去啦。咁啊 Momo 驚中路，咁啊不過對面 Temple 醒目走咗，咁啊一路對線啦，中路都係。阿 Momo 就行緊上路啊，咁我喺對面啲人 off field 放兵啊，見到 Trance 呢個時候，卡莉同埋 Woody 推咗上路，加速。咁啊 ，Woody 剩翻好少血，阿 Momo 用個大技捉咗卡莉同 Woody。TF 用傳送傳咗喺邊度咧？你好似冇傳到咁嘅。我喺中路諗住幫 TF， 諗住可能殺天魔啦，但係就。不能越塔啦，我當然就而家就未夠彈啦。咁下路就 Temple 呢個 Joker 對 Kate 係用 Temple 同埋 Joker 分開兩個 Timo 嘅分別。呢個 Trance 依家就去中路，但係喺 Trance 嚟之前咧 ，Temple 已經殺咗 TF。咁我同 Kate 一直翻下路就 Trance 落緊，你翻嚟下路啦。咁我就用下 Q 技啊，咁樣就希望就可以頂一頂啦。之後就塔都好低血。咁阿 Momo 即系嚟帮手咯，跟住加速，跟住就一路对线啦。Woody 就呢个时候落到嚟踩一个蘑菇，所以我哋见到佢。好彩 Joker 醒目识放蘑菇喺嗰度啫。我呢个时候 TF 真系因为卡冲去 Temple 度，所以 Temple 即刻转手走。Woody 用血池，再用大技，再用 Q 技杀咗我哋 TF。阿 Momo 嘅 Q 啱啱好个位争少少先捉到，角度唔啱啊。然之後呢個時候咧，咁啊 Trance 踩咗好多個蘑菇，入咗蘑菇陣踩好多個蘑菇，但爭少少先，都爭少少先死啊！可能連應該係連續踩蘑菇個效果係冇咁勁，加速。
你今日头先谂住帮啊 Joker 挡招 Caitlyn 大技，哎，咁大家帮 Joker 挡招 Caitlyn 大技，但系就走错位，我都唔知做乜嘢，跟住就哎俾 Trance 嘅神偷捉翻去就冇啦，大技都救唔到自己，我加速，有中路对线啦，咁啊咁 TF 翻咗，所以就要行出嚟啊嘛 ，Mumu 就顶住先啦。咁呢个时候下路塔俾对面 Caitlyn 同埋 Trance 爆咗。呢个时候呢 Joker 嘅应该系 Joker 嘅蘑菇杀咗 Trance Joker 嘅对面嘅 Temple 杀咗嘅，咁我就咁嘅 Q 技可能够一够，但系好似唔得。阿 Mumu 用咗大技 ，Caitlyn 用 Q 技集杀，杀咗 Joker。我然之后我同阿 Mumu 就推中路塔啦，咁啊，阿 Mumu 系无视咗阿 Carly 啦，应该系我用 Q 技啦，咁有到大就 Transform 慢场。我最终都系走唔到俾人，应该系神勾勾到勾死咗。TF 中咗 Temple 几下攻击都扣好多毒伤害嘅血啊，咁然之后就俾屈啲咩度吸死埋。呢个时候中路塔都俾对面打埋啦 ，Joker 俾 Caitlyn 嘅大技中之前俾对面 Temple 杀死咗，因为中路塔俾人推埋啦。之后屈啲同埋Caitlyn 就打龙啦，咁啊对面落都有190蚊啦。咁而家經濟開始拉開個距離啦，大家睇到咁啊，殺都係啦，應該係因為殺所以經濟拉開距離，加埋只龍就好多啦。啊 ，Mumu 同 Joker 喺下路啦，佢約跟住一路去中路調戰咁滯 ，TF 用咗大技見到曬對面，啊 Mumu 突入落去，誒團戰啊，團戰睇多次好，減速，正常速度啦，咁呢個係 Temple 啦。阿 Mumu 见到 Temple， 咁啊捉到，但系就 Trance 神勾勾入嚟，用慢长慢咗。阿 Mumu 同 TF， 阿 Mumu 即刻放大技 ，Master E 喺度不停斩人啦。呢个时候，咁我就 Q 技要孤弹，佢就冇乜贡献住。Q 技完之后，我就用大技谂住走啦，但系就。闪过墙，点知对面都闪，所以就走唔到死场。到最后就Joker 喺下路对 Caitlyn Trance， 咁啊阿 Trance 好醒目就买咗反蘑菇啊，咁最后阿 Joker 就杀咗用普攻加夜魔法伤害杀咗 Caitlyn。Mumu 捉到對面阿 Carly， 不過就見唔到，咁我用連嘅連咗阿 Carly， 不過就睇下有冇收穫，好似冇收穫嗰次。點啊 ？Mumu 捉到係得殺到阿 Carly。咁而家屈啲 Middle 喺後邊追 Joker， 咁就睇下先加速。屈啲用咗大技中咗係三個人啊，用 Q 技打咗屈啲，之後就阿 Mumu 一路喊，我撞佢翻喺後邊。TF 用三卡。中咗 Woody， 阿 Mumu 再用大技，之后再用捆绑杀咗 Woody， 然之后咧就对面 Temple 冲出嚟杀咗 TF， 诶呢个魔法伤害好高啊 Temple 嘅，即 Trance 啦、马西伊同埋 Caitlyn 都打 Joker， 咁啱啱好 Joker 个位同埋马西伊个位可能一上一下咧就见唔到，所以就。比起嚟大嘅射中阿 Master 二，我同埋 Joker 同埋阿 Mumu 拉下路啦，特别有四个喺度，我放咗眼噶，我用大技用 Shadowery， 但系就俾减速墙减咗很多速走唔到，阿 Mumu 就被 focus 啊，而家呢个时候 ，TF 放三卡 ，Joker 咧就被 Caitlyn 嘅好大伤害伤死咗，咁点解 Caitlyn 咁大伤害？睇下佢道具啊！譬如 Infinity Edge 啦，咁啊有 Phantom Dancer， 咁啊有攻速，有暴击，有吸血，有攻速鞋添，即系十分之高攻啦。咁啊 Caitlyn 呢个时候偷埋呢个红 buff， 即系 Caitlyn 就点样杀 Master 二见到嘅 ？Master 二喺边度 ？Master 二 ，Master 未出嚟，点样杀咗 Master 二啊？行唔嚟啦，咁啊！
跟住之后呢个阿嬷冇靓嘅，你再睇多次。阿嬷冇，我放咗只眼啦。然之后阿嬷冇系好靓咁，用 Q 嘅 Q 咗只龙，之后咪偷咗只龙，之后用大技就捉到对面啦。不过就中咗 Woody 大技，对面就 Trench 用 Strawberry 走咗。又唔好靓嘅偷龙啊！呢个系。哦，然之后啦 ，Joker 就打翻我哋啊！俾人偷咗嘅红 buff 嘅西瓜，再打埋张狗，咪中路位啊 ！TF 唔小心行咗埋去，俾人捉到，然之后就可能俾 Trench 捉到，然之后就俾人杀咗啦。咁我哋中路就被伤，之后就 Master Yi 低血，就用 Q 技都走唔到啦。然之后就被杀，被 Killing 杀啦 ，Killing 就 Double Q。你 train 就执杀咗我添啦，点解系 train 杀唔系 healing 杀嘅？唔系 healing 最后射我，唉唔理啦。呢个时候 Joker 偷一下 Lota 隐形，但 Killing 放翻个 trap 喺同一个位置 trap 住咗 Joker， 搞唔到。咁呢个时候巴龙我杀定系咩人打？你中路，阿嬷冇用大技冲过三个人，我用 Q 技。再用 W 嘅撞走嗰啲 middle 啦，一路打住。咁啊，独占中咗阿卡莉，马西尔用 Q 技追上，咁啊 ，Joker 杀咗，唔系马西尔杀咗阿卡莉噶嘛 ？Kitten 呢个时候有机会杀咗我，两下暴击，两下暴击杀咗 Joker， 咁啊而家就系马西尔同埋 Kitten 单挑。咁但系啊，可能就睇下系啦，咁啊。之后 Kitten 就攞 Quadra Q 啦，真犀利！点解咧？咁就系 Professor 啦，吸血就 Master 又冇吸血 ，Master 有细吸血杖咯，咁啊 Kitten 有 Professor 啦，同埋暴击啦，咁 Master 就冇暴击率啦，可能就所以就 Kitten 比较有力，同埋攻速比较快啦，有呢个 Hunt Down 手，不过 Master 用咗大技都唔低嘅攻速，咁啊十分之 OP 嘅 Kitten 系攻速加暴击。然之后 Kitten 就斩咗你做塔啦，然之后对面就打巴龙啦，然之后就执咗巴龙啦，我阿嬷又入去，之后就杀咗 Woody 呢度，阿嬷啊大技搏得靓啊，咁我就唔知点解，可能就被动嘅关系杀咗，因为 Alice 被动技会 AOE 伤害，可能杀咗阿卡莲，跟住就边个诶头先睇唔到边个杀边个先，最后边个。试下阿嬷冇先捉杀到啦，就 Joker 杀咗 Trench， 阿嬷诶，我杀咗阿卡莲系继续，然之后就趁乘机推埋中路塔啦，因为对面一个 Kitten 就杀唔到五个嘅系嘛，满血嘅话，阿嬷冇冲入去捉 Kitten， 只喊死阿 Master 嘅 Q 技同埋阿嬷冇嘅喊就杀咗 Kitten， 然之后我哋谂住一路推啦，但系就。巴西伊就嗰个位就俾人围攻，所以就死咗。我呢个时候咧 ，Trench 一路行落去，你睇三个草丛佢，佢一龙开战啦。咁 Joker 唔小心入咗龙嗰度，就出唔翻嚟就死咗。TF 又谂住走啦，对面出开 Strawberry， 同埋俾漫长慢咗，就成个人啊，冇用大技。跟住 Kitten 系攞到 Triple Kill， 因为佢嘅草丛位我哋见唔到佢，唯有见到如果佢攻击嘅话，但系又比较远啊，可能用网弹啦，后之后比较远就打唔到。咁呢个时候 Kitten 就好快地推入中塔 ，Timo Temple 都disconnect 咗，然之后我哋嘅 Minion 好好地推咗上路塔噶啦。跟住就 Joker 攞蓝 buff， 咁啊 Master E 我啊都成堆人啫，诶喺中路准备开始咁，不过我就谂住全速翻防守先嘅。阿嬷冇同我同埋 Joker 都喺基地防守 ，Joker 有三箭嘅，其实一路都就可以打 Minions 比较高伤害，同埋就加上系有呢个扣 percentage 嘅道具啦。但系普攻嗰排应该唔当系噶，咁啊阿嬷用个 Twin 哥捉到对面，但系俾 Trance 嘅慢场慢到啊，所以就慢到人哋，自己都慢咗，所以就搞唔掂。Master 而家又单挑一啲 middle， 应该会赢嘅，其实本来但系基地一个大技搞掂咗。马世尔，咁啊咁啱追上，加上距离又远啦，
呢个时候咧，我哋你对面就开始打巴龙啦，再哦，准备打巴龙，可能有蘑菇喺度，未采蘑菇嘅。咁我哋就叫两位草丛啦，所以就三个人就进攻啦。咁我系 Any Star 就一路行啦。我点呢度都谂住逃走啦。我买用 Q 技急摇 Q 嚟啦，但系就俾马场捉到啦。之后阿卡尼杀咗 Master Yi 同埋 Joker。剩翻阿姆姆同我两只坦喺度，咁啊对面诶加啲 Angel 就复活咗，咁谂住都可以杀埋 Kitty 啦，最后但系就 life 消太厉害，睇下先，有呢个12+6%即系18% life 消啊，十分之强，所以就不死。然之后 Kitty 就系 Kitty 用 Q 技，用大技杀埋 TF，一系就距离很大啊，呢、這个 Kitty 嘅大技，你听唔到距离嘅嘢，听唔到。距离很大，可以很远距离追击啊 TF。好，跟住就 Kitty 一路就推埋呢个 Infinity 嘅飞碟塔啦。咁呢个时候咧，我哋班人都未复活嘅，所以咧，诶呢波呢、这个就一波 Ace 就死咗啦。啊唔系，其实都系 Kitty 累积优势累积得好咯。咁出咗出坦啦、蜗木咁啊，嗰啲 middle 出蜗木啦，咪坦咗。Kitty 甚至最后也用E 技系嘛，入埋呢个基地，不过就冇俾呢只蛇死，我已经赢咗啦。咁啊，呢个 repair 睇当然系赢咗啦，不过我嗰场系输嘅，咁啊，实数21-50。好，咁啊 ，Ring Cloud 啊，多谢大家收睇，咁我哋下次再见，有机会可以去 Joker 个 YouTube channel 睇下啦，去我 Facebook page 好，Joker YouTube page 好，Facebook page 好，subscribe 我 YouTube channel，subscribe Joker YouTube channel 好啦，咁我哋下次再见，拜拜。